C 商务的吧。谢谢你们。虽然你可以在网络世界上称王，但是你绝对逃不过道德良心的天网。其实这一切是我跟昌禄事先安排好，为了让你供出真相的戏。其实我一早就怀疑你。那天我假装回公司辞职。这不是事实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辞职。我明白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，可是我每天在公司看到你，我真的很难受。可不可以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？你如果真的关心我，你就放过我吧。